单向的也是远的，你想找不着吗？对不对？来了。啊，找个线子就行了。哎，对，这也行。那圈的话，它光那个。嗯，我就落一个。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，给你客户那个。上到今天上午跟你说，你先从视频开装了，先我装装呀。这个忘了跟你说，叫咱俩换白打的，我打累了你打。咱那不是说一个专业啊，哎呀，这太脏，公用的，谁要买谁管也好，你胖的为什么不？你男的也是。你是这个吧？啊？我不是。洗脏，让人一看洗脏也不想洗。没用吧？哎呦，我拿回去吃手机吧。拿回去用呀。你拿回去怎么了？你搁这去拍啊？不给用了。我不会使。上回那个刘姐那会儿，她使了钢幺零，那一个都没有包菜上。这相机啊？啊，可以。啊，光手机上看看启动了啊，它没启动。对，它启动了，但是没在摁上。知道吧？哦，对，小妹，我还录几个视频发给他。你不按第二次的话，他就不报废。哦。我照，你只要启动了，你录多少他就放，他就存多少自动存。你手机没给启动？啊，试试啊。你试试，你就录，一般录到没有电，他这个视频一直有了。不用给了下，了下是为了切断。来，你试试吧，你把一录到下完，它叫电视锅，只要它内存够，也能照下完。那有没有啊？你光看呢，你把相机搁那也行。好吧。好。别给了，给了。
真慢的哈。嗯。你他妈行了呀？给我上。给他上。是，这是谁吗？啊，配了。你这边谁吗？行啊，这个。没有那个。行吧，没有掉价吧？对啊，坐椅的事，掉价这不算贵啊。你吃完了吗？吃过来了。你吃过来？嗯。这个水坑都浇我了，还是？这青木的时候还是那种，它不进海嘛。你不去不，你不能打水了。它除非很溜，肚里相当小东西了。肚里那么大，挺小的。刚才那个坏是怎么坏的？坏是怎么坏的？其实没有一个全部的说法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坏的。大多认为就是向着触角边那些，知道吧？你一下也研究不透的，好吧？老板那回四万钱也不行，老板试一试，你老人家又加啥又换水的，也不行，当。完美！我把你打点小五油的身上，我看你能不能用。那就做。享受。